今天在值班，疫情防控值班，点了一杯奶茶。这杯奶茶在饿了么上面点的，这杯奶茶20块，真的是一般人还真是很难喝得起，一杯奶茶20块，我去。我们这边没什么疫情，没人确诊。前段时间稍微查这个安康码和行程码查的比较严一点，这个星期开始又慢慢的在放开了。可以听到现在马路上的车辆很多，大家都忙着上班呀，做事呀，基本上都很正常。现在外面风很大，吹得很爽。我在走廊这里，风吹得很大，很爽，凉快的。今天天气真的不错。